今天想换个心情，于是再度来到家里附近的 Pratt 图书。这个阶段就是不断的看 paper， 收集资料，整理文献，插入我的论文。回家前顺便在一楼拿个包裹，再准备上楼。晚上拿出之前先腌好的肉，决定快速来煮个乌龙面晚餐。这个韩式辣酱超万用，随便煮都很有味道。这一天我订了露天舞台剧的票，但是外面正下着雨。
Shakespeare's Globe 就在 London Bridge 附近。去之前先到 Monmouth 补货，再慢慢的走到剧院。Hi。演出之前还下着雨，剧院很贴心的提供给露天的观众雨衣。大家都穿雨衣看戏，超酷的。因为现在下雨，然后他给我们这个 Shakespeare Globe 的雨衣穿着，然后就这样看戏，很像野台戏的感觉。绿的椅子，所以大家还是在露天下面。散场之后还可以短暂停留在剧院里面拍拍照，因为我是一个人来，就请了一个志工阿姨帮我拍照，但可爱的按到了录影，我就保留了下来。看完剧后，我一个人慢慢的从河岸边散步到 London Bridge， 因为待会要搭公车去跟朋友见面，一起吃晚餐。那走上桥搭公车。今天又跑来吃土耳其料理了。It's the sauce like on a dumpling. Similar, yeah. Yeah.
becoming Turkish, huh, Ariel? Expert.饭后是我最爱的土耳其茶时间。朋友正热络地用土耳其文跟店员 social， 这时候我就一个人独自缓慢地品尝我的茶。最后用甜点结束这一回合。今天起了个大早，要去 Windsor Castle， 所以先去买了早餐，上地铁，接着要到 Waterloo Station 转火车。到了 Waterloo Station， 通常要看一下看板，找到自己是在哪个月台上车。一个人乱走，我昨天一个人去看的啥？是特价的时候吗？这是我最爱的口味。从伦敦来其实不远，大约一个小时就会到 Windsor， 这是一个小小的车站。要走一小段路才会到温莎的镇上。在走到入口前，会先看到一部分的城堡，接着经过温莎的 shopping center， 还要再走一小段路才会真的到达入口。在入口处，他们会检查你有没有先预订票，然后要经过一个安检处，最后再到柜台去换正式的票。换完票后，还要经过一小段路才会真正进入城堡。在进入城堡参观前，会经过一个换自动导览的地方，接着就正式的进入城堡咯。Windsor Castle 里面展览了很多大使送的东西，还有一些枪支之类的，因为里面不能拍照，就留给大家自己去探索咯。我们来参观的时候，侍卫说 Elizabeth 目前有在 Windsor Castle 里面，她平常活动的地方就在中间木门关起来的地方。我们参观出来之后，刚好遇到卫兵交接的时间，就停留在这边看了一下。他花了一点时间找出钥匙。OK， 终于找到了。Quick map！
来自土耳其的婊子。Light again。嗨，感谢你。然后怎么办？在快九点的时候，终于回到伦敦啦！结束我们这个开心的周末。